你好，各位，咱这周消费一共8000，请问谁买下单？我来吧。嗯？还是我来吧。给，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，请慢用。燕姐，你们先吃，我出去拿点东西。啊，行，去吧。哎呀，不是燕儿姐，你这都交的什么朋友呀？没钱，你学别人买什么单呀？在那翻来覆去，翻来覆去，真装。你不懂他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是姐妹，没有必要这么计较。吃吧。哎呀，下次别叫他过来了。这个呀，是我今天特意给你们带的玉米酥，来。好，你们先吃，我先走了。行，慢点啊。哎，燕儿姐，放我这儿，放我这儿。燕儿姐，怎么还有钱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姊妹，哎，哎，小冉，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个钱你拿着。遇到一束光在前方。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。啊，这谁家孩子呀？怎么在我家呀？闺女，你俩怎么来了？妈，他谁呀？啊，他是你叔叔。叔。哎，闺女，你找妈有什么事情吗？嗯，妈，没事儿，我们先走了，走呗。哎，闺女，你俩走吗？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妈，爸结婚了，不管我们俩了。这不马上就要开学了吗？我跟妹妹的学费还没有攒够，这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。没想到你已经……闺女，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。啊，对了，妈这里有点钱，你们先拿着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在这等我。哎，妈，算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闺女，是妈对不起你俩，让你俩受苦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当妈的，哎，闺女，正好你们上学，这个牙刷你们拿去用。谢谢。我说你这个当妈的，这几百块钱够什么用啊？来，这2块钱拿去交学费。拿着吧。你们是妈妈孩子，也是我的孩子，以后搬到这里来住，让我们照顾你。走，给妈回家，爸给你们做饭吃。哎，走。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是不是？还查还查，去开门啊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闺女。我和你爸正好路过这里，过来看看你。女儿，你脸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进来坐。哟，这什么风把你二老给吹来了？闺女，最近还好吗？妈，我最近过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嫂子，你看看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呢？我这还没来得及做呢。那你不知道去把那小零食拿来。哥，你看嫂子眼里真有活呀。呆头呆脑。一天天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真讨厌。二老儿。大宝，孩子哭了你不去看看呀？哎呦爸，你个小丫头片子装模作样嫁人，你管他干嘛？不是嫂子，我说这都几点了，一家人都等着吃饭呢，怎么那么磨磨唧唧的？马上好了。大宝，我可真羡慕你啊，娶了我们家小然这么好的媳妇，又听话又赚钱，而且不用做家务，
还会照顾孩子啊？那可不嘛。我闺女的命可就没那么好了，光要照顾孩子，还照顾你们两个混蛋。丈母娘，你这样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我说话怎么难听了？我们家小兰在我们家的时候当宝一样宠着，来到你们家当保姆一样使唤，你们两个还是人吗？女儿，你从小在家你受过这么大的苦，没想到嫁给他受这么大委屈。走，陪爸回家，爸养你。冉冉，你只要出了这家门你就别想回来。呀，哥，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房子是我女儿出嫁我送她的，你们俩我还滚蛋，嫁鸡随鸡你懂不懂？嫁鸡随鸡？是嫁鸡随鸡。我女儿当年不顾我的反对执意要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没想到换来是拳打脚踢，你还是谁吗？你又打我，你打上瘾了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这样子有人支持你吗？支持不支持我不知道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大家眼睛是雪亮的。你滚蛋。曾经那些红的白的灰的蓝的和一切也都有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什么这么香？你小声一点，我看你时间点差不多了，专门给你做的，快吃。我嫂子呢？我打发她去拿快递了，你赶紧吃，不然她来了就没法吃了。我还没洗手呢，怎么吃？那赶紧洗去吧。没事，我给她打电话溜溜她。哎，小妹，怎么啦？我想吃葡萄了，你给我买点回来呗。行，嗯，我要那个又大又紫那种的啊。行，行，那我回来给你钱啊。都一家人，说什么钱？行了，我挂了啊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她可是你弟媳，动不动就提钱。再说了，她给你买东西不都是应该的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的钱是给你花。那给，给我钱干什么？下个月不是你生日吗？我呢就想攒钱给你买个礼物，但是呢还差一点，所以啊这钱你拿着自己买吧。这是你的钱，你自己拿着花吧，我不要。那你不要的？嗯，你赶紧吃吧，等一下你弟妹该回来了。太香了。我说你这死丫头，怎么胳膊坐往外拐呢？真的白疼。你要不要吃？我不吃。啊，对了，你刚刚说给我买什么来？买个教训。对了，嫂子，这个呀是咱妈知道你下个月生日，特意让我给你的。真的呀？妈，谢谢你啊，这也太多了。没事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应该的。快拿着吧，我都没有。如果大雨落下。喂，妈。喂，闺女，怎么了？我这在你公司楼下，给你带了点猪头肉，你下来拿一下吧。哦，我现在正忙着呢，你直接上来吧。可是我这刚卖完猪肉，身上一股味儿。衣服也没来得及换。没事的，上来吧。换了啊。你没看这个合同十来千？哎，我来做吧，妈，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妈，有客人在啊。嗯，那我把这个猪头肉给你放这儿了。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呀是我小女儿。哎，王总，你要不说我以为还是送货的。妈，你干嘛把她叫到公司里来呀？这给你丢人。行了。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闺女，哎，哎妈，你叫他来干什么呀？浑身脏兮兮、臭烘烘的，看着我就烦。行了，今天咱们俩来是有个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妈，有什么要商量的你就说吧。再说了，你叫他来，他能帮你什么呀？事情这样的，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检查。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要求住院。但是你们也知道，
我的钱呀、啊，全部投在公司上了，所以想问你俩借点钱。借钱呀、啊、妈，你也知道，我这手头上哪有什么存款呀？你前两天给我的钱，刚提了个新车嘛，实在没什么钱了。那要不，哎，你们聊啊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强子，我最近啊看到一套房子，想写我大女儿琪琪的名字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女儿啊，小姨，虽然说她是你亲生闺女，给她呀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养女啊也不错，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，要不你考验他们一下。行，听你的。妈，这个是我在婆家养猪的钱，你先拿去用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闺女，你等妈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闺女，妈知道你爱吃玉米酥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快尝尝口感怎么样？对了，闺女，妈有个事要跟你说。这个呀是购房合同，送给你的。妈，这个我不能要，你就拿着吧。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